安利云购微店，参与查看常客会。安利云购小程序即来即用，方便快捷。前段时间推出的常客会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我们如何在安利微购里参与常客会的活动和查看活动进度呢？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首先，我们进入安利云购小程序，在首页上找到常客会的活动界面，点击进入。进入到常客会的首页，点击想要参与的常客会活动，查看相应的产品详情，点击立即签约，选好相应的常客会产品，填写收货地址，点击立即参与。开通自动扣款，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小程序是在微信系统内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动绑定微信的自动扣款。如果想要绑定银联或支付宝的自动扣款，需要前往数码港或银联网进行操作。开通完成后，我们就成功参与了常客会的活动。那我们如何在安利云购小程序内查看常客会的活动进度？具体完成了多少页？还剩多少月才能达到我们的礼品呢？参与常客会活动的伙伴可以在我的界面上看到安利常客会优惠活动进度的按钮，点击进入即可查看参与的常客会活动的进度。我们也可以再次进入前面常客会活动的产品界面，点击查看活动进度，查看具体的活动进度明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微信平台限制，一个微信号每类常客会活动只能签约一次。纽崔莱常客会活动在同一卡号下可以签约两次。如果您想进行第二次签约，请另行选择数码港或一联网进行活动签约。感谢大家的观看。